今日上课就伫遮啦。行，咱来去见上课教练。冬姐，救命！我拉溺水啊！冬姐，我那是无标着，向我退出武山集团。好啊，咱就来收书，向无标着就退出武山集团。我不要出现啊，就给我进去。我今日唔来，当也着这标啊。可以当予咱这个家恢复清净，我真正是愈想愈有信心嘛。竟然有贼仔走入来，我今日哦，就甲你拍到做告白。你死仔仔暴力！我是将军的妈妈。将军的妈妈，这个泡米是这是我家己调的啦，是东东林素媛小姐调的头一支泡水。医生讲我无代志啦，等下若是无代志哦，就顺续来阮家食一个饭饭啊。我是讲唔着什么话啊，我唔是遐伤心啦。阮妈会让我这么艰苦，是因为你吃饭的习惯跟我那个贵翁的小弟是一模一样啦。好指标，日月星饭店康贝做会。你吃过用这康贝的标单，就是超过年份哦。第二标，阳光电厂贝在里页。林条村公，你已经标到了。国应建设贝在里页，两千贝霸贝在班得标。干杯！教练支持，每晚提高气温。看哦，为今仔开始，你就是武山集团的副总了。阿公，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吼嘛同意加入我做武山集团？同意一票。今摆就给我死出去，有听到无？爸，妈。